小姐，你不要再追张书生了！原谅我，他把我的新手机拿走了，怎么办？还有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新手机？小姐，这个奴婢知道，杰森通信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，全台北中南通通有，买手机来杰森最方便。买手机来杰森，好节省。